我就感觉好艰苦。自从我外出去外口时阵，我就伫等一个人，是要等啥？奈等遐尼久还无来？等啥？等我啦！妈妈，什么？你来啊！你别只会啊你！别惊少伊啦！阿舅啊，我看你像像我妈妈，我是啥？我爱丽丝呢？哦，爱丽丝哦，太细啦！哦，我最近哦，把酒哦，小夸蒙蒙啦，啊，我话汤对啦，但是我看到她呢，我就想到我的姐姐。我姐姐？对呀、啊。妹妹啦。妹妹吗？哎呦，你看到像像阮姐姐呢？我插你啦。好啦，莫安尼啦，我跟你讲，我等姐，我等过就是我的啊。看到你我就心，哎，我看到你我就想到呢，我有一个同学哦，他哦是住在呢好远好远的地方，可是我等他等了好久，不过我今天终于等到他了耶。啊，你说，啊，你等我们那蛋，对哦，蛋姐，哇，蛋姐，蛋姑姐，哇，我们等到了我们青春可爱的珍妮小姐带来这首《蛋姐》嘞，掌声鼓励。